本分局接获情资，毒贩持有大量毒品，藏匿于三化区一带拓天厝。那本分局见时机成熟，事证明确，会同三化分局及保大特殊警力拨小攻坚。埋伏的时候巧遇吸毒者上门买毒，打电话给毒贩开门，那他无心插柳，成为警方里应外合，让原警可以尾随其后进入攻坚。那在内查获大量三级毒品、魔力枪及空爆弹数发。那警方呼吁屋主将房屋出租他人，应审慎留意租客身份，避免成为犯罪集团的据地。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打击犯罪力道，刨根溯源，落实社区警政等基础工作。